你才来呀！我都等你1个小时了。你怎么上班比我还积极啊？想你呗。哎呦呦！这个蜗牛好漂亮，我喜欢。你看吧，我就说了，是不是？你喜还喜欢这个？把这个玩断了，他断了，他是他喜欢。行行行，哎呀，我送你一个好的给你。看一会儿料。来，我看一下。不要看，看什么？哎，有什么好东西吗？那随便看女生的包呢。哇，这里可怎么跟你一样水嫩水嫩的啊？是。谁能吃呢？那个酱观音跟你上次发的那个视频一样，我感觉这个料型跟那个差不多，就这个。这男的怎么那么帅啊？这是我男朋友啊。是你男朋友？对呀、啊。跟我有点像啊。是不是？嗯，你不要乱搞，你这个我这小孩都有两个了，你。没事啊，我不介意当后妈呀。哎呀，我不介意。你不介意，我介意啊。我不介意、啊。别说这，等一下我老婆看到了能。会搓一把呢，等一下啊，是不是？对，不跟你开玩笑。我们两个不谈了，我们就谈谈料子的了啊，知道吧？哦，老王跟你开玩笑的啊、哦。嗯，来，握一下手。别握了，等一下我老婆看到了。既然要雕战观音的话，那我们就不需要出太细的设计图，我们只需要潦草的画一下比例就行，我们就直接开干。